就是这一段我们先做。李伟陈廷辉下区来到新华六分寮的布花会刊，爱水利署伫每年新季进前，甲四百公尺乌坑布花区段重建完工，各地并且公布有争取到重建总经费6000万。过无偌久，在地李伟郭国文嘛伫并且发文，写讲无法度理解中和会刊的意义，讲伊伫洪泰过后第一工就邀请相关单位会刊，想袂到去当工其他选区的李伟硬要伫同款的点办同款的会刊，各地预算也未核准进前，就先发新闻稿讲家己新工。希望不要为着要挂电话买中和会刊，浪费行政能量。重会刊呢，会造成呢行政资源的浪费。有些已经该区的立委已经进行好几次了，你又跑来，结果呢说是你做了，这就割到尾，会造成人民的误解。选民会以为该区的立委没有在做事，为什么还要让别区的立委来关心？立委是议员的陈情，所以我们马上第一时间在台风天的时候。就马上要求进驻所有的消波块去协助。我们请主委，如果认为说这么用心服务的陈廷辉是不对的，那我希望说你发一个文给我吧，你跟我讲说我哪里不对。陈廷辉是台南市第三选区的立委，但是堪在卡波位第一选区到第六选区拢有。为着要争取2026，并进党台南市长党内初选，嘛参与各区的活动。再去就去第五选区南区南投里活动中心参与三亚会活动。甲这区嘛想要选市长的林俊贤强碰，两个人拢拜家己的票，并无互动。对下区堪在林俊贤嘛有家己的看法。像我们跨区都会去，一定会先通知，并且最好是找当地的立委同仁一起，确实也可以避免资源的浪费。堪在解决民众饮水之苦，所以引起党内有话通讲，并进党台南市长党内之争愈来愈激烈。民视新闻台南报道。